其实高中跟国中差不了多少，低于17层跟16层的差别而已。上课打手枪就没见过像你们这样变态。穿衣服啦，省着点用哦。你觉不觉得沈佳宜有点喜欢我？没问题。喂哦，快不要再吹啦！帮我一个忙，会不会是写情这种烂歌？这是你的字。真的假的？不打算和好？对不起，这次我想趁你之危。这种尖酸的题目就算解得出来，对人生还一点帮助都没有了。在念英文啦！哎，英文阿爸用不着啦。每一个男生都想在自己心上人面前展现自己最强的一面，这个方式并不管用。常常听人家说啊，恋爱最美好的就是暧昧的时候。柯景腾，你要坐在前面，你帮老师好好管管他，千万不要让他把别人同学带坏了。因为我不想瞧不起你。成绩好了可瞧不起人。考卷。没带课本的站起来。人生本来就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、啊。不可以叫我们怀疑自己的同学，你不要一直看我。你有男朋友了？要你管？请让我继续喜欢你。小笨蛋，笨蛋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幼稚，我就幼稚，才把你追那么久。你想知道答案吗？也许是在平行时空里，我们是在一起的。